今天我跟那个杨教授，我们两个的市场差太多了。市场追我的男人，你知道吗？个个都是帅的，180公分的。杨教授的追求者大部分都在公园里面打太极的，这个都是这个都在市场念经，这个市场都是不同的啦。你先连说已经来啊，所以我们派温雄高 diss 的几位同学来跟你 diss 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欢迎强强同学。教授，其实这个也不用 diss 啦，因为我跟你讲，你是要出来跳论吧？还是你出来有点不舒服？不是，我要讲是，今天我跟那个杨教授，我们两个的市场差太多了。市场追我的男人，你知道吗？个个都是帅的，180公分的。杨教授的追求者大部分都在公园里面打太极的，这个都是这个都在市场念经，这个市场都是不同的啦。技能还靠差哎，技能哎，哎最大的啦，有点啦。你们要不要听我讲话？是强强还有杨教授的世纪 diss 对决，同时也是两个世代的 diss 对决。Ready Fight！ 我叫秀贵阳，不是一只小绵羊，看到帅哥和猛男，变成一只大野狼。听说你叫做强强，我听了很想撞墙。我让气氛强强滚，唱完我叫强强滚。有人说你是辣妹，我先把自己灌醉。我看他是把酒量做会，偶会化作洗花鬼。头前两趴大灯，勉强把咱一起洗花鬼。老娘是真材实料，省下你的手续费，想要拥有你的胃。看到我要叫姐姐，吃饭都有男人味。兴奋我就自己解决，产品你都找我业配。肤质就像13岁，混得很好，说声谢谢。帅得像是红星13妹。各位阿姨听仔细，明明我就偶一戏，你出道的时候我还没有看过电视机。你号称34D， 因为胖了像只鸡。什么38又机车，你身材是38G。嫌我没有女人味，男人看你才倒胃。现在封城适合你，因为你一身封城味。还有那只嘴，整天只会吼绿绿。地贵欧贵地花贵，你才是地会贵。遇到渣男的经验，跟你比算是小输。你是大野狼，难怪会遇到3只小猪。管理好时间，遇到坏男人检查手机。如果你是13妹，我就是双刀火鸡。